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，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咸鱼腊味煲仔饭。配方：黄花咸鱼50克，腊肠100克，姜粒20克，大米250克，清水约320克，酒葱花適量，雞蛋兩個，生抽適量。雞蛋放少許嘅酒、姜粒、生抽，撈勻熱味備用。大米洗净，滤干水分，250克大米，清水约320克。猛火煮10分钟，饭将近水干，马上放下所有配料，约1分钟后调至最慢火，焗12分钟时间左右，中途移位两次，受热均匀。煲仔饭已完成，饭爽口弹性好，甘香美味，腊味野味鲜美，鸡蛋香滑营养好，咸鱼甘香好下饭。如喜欢视频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谢谢你的收看。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